今天我们要来教的是这个叫做丛树啊，丛树的图案，这个也是圣诞节比较节庆的一种，高纬度地区才有的一些这种像是松树啦，哈，圣诞红啦这种植物啊，那这个是丛树，来常青树木的一种，我们来开始做吧。那它的图呢就长这样，好，图是长这样子，好，我们来开始制作。看到那个瓦就知道了，又是短线绕食指两圈，绕好以后，把线转过来，钩针直接进，把线带出来，做出三个锁针，做高度，然后开始织长针。好，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好，一共12根，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好，连同立针起来的这三个锁针算一个，它一共有12个。然后把它拨开，跟短线在一起的这条线先抽紧。好，抽紧以后再来抽短线。OK，来，头跟尾相连接，跟第三个锁针，好，跟第三个锁针。去引拔，引拔完以后，直接三锁针做高度，然后我们在这个立针哈，你引拔的这一针的这个位置，好，在你引拔的这一个位置，去做出4个长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。好了以后，来从第一个，我们有4个长针嘛，好，从第一个长针去捞最后一个长针的头，把这个爆米花做起来以后，中间间隔二锁针，好，在第二个长针的头顶，第二个长针的头顶，请你记得，因为这里很挤，所以你很有可能跑到这里去，那你到时候少一针，记得第二针要一定要看下方，长针在这里。所以一定要经过这个长针的头顶。好，我们再来继续做爆米花针，这次就是规规矩矩的五长针喽。二、三、四、五，5个长针。好，好了以后，回到第一个长针的头顶，把第五个长针的预备针的针目捞进来。间隔二锁针，进入第三组。进入第三组，再来5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好，又回来第一个长针的头顶，捞最后一个针，长针头顶的这个针目，把它捞进来。间隔二锁针。OK，来，总共有12个爆米花，请同学把它做起来。好，间隔的二锁针完了以后呢，来直接跟这个爆米花的头顶去引拔就可以了。直接跟爆米花针的头顶引拔，引拔完以后呢，因为第二层要在2个爆米花的中间长高，所以我们要往旁边的锁针再多带一次，把线引到2个锁针的这个间隔的中间，往上走三锁针，然后开始大洞直接下，然后再来继续织爆米花针。来，可是这个第一组的只有四个长针，三、四，好，一样，
我们从这个只管长针啊、哦，那个锁针、立针的可以不用理它，因为你看我们一做爆米花就凹到后面去是看不出来的，所以不用担心。二锁针完了以后，来两个爆米花的中间直接大洞下，正常爆米花咯，所以有五个，一、二，五个长针，三、四、五，好，五个长针完了，从第一个长针的头顶把预备针的针目拉进来，给它间隔二锁针。好，两个完之后做第三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再来一次，爆米花。间隔这一次要做90度的转角，我们要从圆形变正方形啦。这个时候四边是五个锁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个好了以后就转到下一层。正常做爆米花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五个好了以后。先带进来，一二，再来一次，一二三四五，好，再来一次，把它带进来，间隔二锁，好，第三格爆米花，一二。三、四、五，五个好了以后，再带入。转弯之后有一二三，接着又要碰到转弯，二三四五，好，到下一层，继续做爆米花，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，好，你看，我们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从圆形变成正方形了呀？你看，我们两个角90度的角已经出来了。好，90度的角，来，请同学把另外两边做起来。五个锁针完了之后呢，同样的跟爆米花的头顶去引拔，引拔完以后，再一次把线引到。锁针，两锁针的中间等于是两次引拔，把线引渡到嘛爆米花的中心，然后做第四排的一二三，好，继续做爆米花，这是第四排咯，一二三四，好，同样的，我们再继续把爆米花做起来。间隔还是二锁，这里两个爆米花，好，这里这一面只有两个，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我们再把这个爆米花做过来，OK，间隔二锁以后，刚刚转角这90度的地方，好，大洞直接下就可以，不用对针，有三长针。配五锁针，再三长针，好了以后，间隔二锁，来，这一面也有两个爆米花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，来，好，间隔二锁，再一次，第二个爆米花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个，好了以后，再从第一个穿过针目带入，间隔好了以后，转弯，一、二。开始做转弯的三长针一个，两个，
三个，后转弯，技能三四个，后再三长针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后来二锁针，好，下一个爆米花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来。把爆米花做出来，间隔二锁，安尼有看无？安尼的转角90度越来越清楚了，对不对？来，请同学把另外两边做起来。好，间隔的二锁针也好了以后，来继续跟爆米花的头顶去引拔。引拔完以后，把线引到旁边，再一次往上走，三锁针，好，四个，一。二、三、四，不，后来再把它引拔过来，不是引拔了，就是把线渡过来。好，爆米花做完了，这是第五排的间隔二锁，来动，直接两长针。好了以后，三长针的地方一针对一针，一针。两针，三针，三长针的地方好了以后，这边是二长三锁，二长，长，一二三，二长，二长三锁，二长。好，来这里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好，大洞下的这个地方有两个。然后间隔二锁，来，两个爆米花中间还有一颗爆米花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我们把爆米花做起来。间隔二锁，来，这里先放入两个长针。再来一个对一个的长针，有三针。好，转弯，二长，三锁，来，二长。好，再来一个对一个的，一个长，两个长。三个长，好，这里有补两个。好了之后，二锁，来，爆米花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从第一个的长针头顶把线带入一二。转弯这里，一长，二长，来一对一的有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转弯，二长，三锁，二长，好，一对一的，来三个，一个。两个，三个，好，大洞直接下一个，两个，二锁，来，长针一，长针二，长针三，长针四，长针五，好，把线带入。二锁，来换这边，二长针，来一对一的有三个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换边，二长，第二个没做好，再一遍，三锁，二长。
你看，我们已经3念2不念的，就转弯过来一圈了。一、二，一镜到底。好，我们有剪接哦，很好玩吧？来，二长。好，好了以后，二锁跟爆米花的头顶去引拔，引拔好了之后。就这一次不用移动咯，因为现在要进入第六排了。来，你看，我们这里已经很清楚的，好，四方形出来了。那现在这样是5段，来进入第六段。第六段，爆米花的头顶有一个三锁针当高度，接着大洞直接下有2个长针，一个，两个，来一针对一针的有，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好了之后转弯还是一样，二长、三锁、二长，一个、两个，来七根，一个对一个的长针都要做。一，穿过2线哦，好，不要只穿1线。我们不是做母长针，我们做的是标准长针，所以一定是穿过2线。好，一定是穿过2线织。好，同学常常有时候在这边都会弄不清楚，有时候织成一条线了，那就错了。记得长针头顶一定是2条线。好，大洞直接下一个，两个，来。爆米花的头顶有一针，三个，旁边间隔的地方是2个，再来一针对一针的有7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好，转弯。二长三锁，二长好7根，来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，好，再来，间隔的有二长，好了之后，爆米花的头顶有一针，好，旁边再来二长，好，这样子做了一半给同学看，OK，你们可以吗？来，把另外一半同学自己做起来，好，最后2针，一个。两个好，来跟立针做引拔，引拔完就做完了。来拿出剪刀，剪线，直接抽齐。好，我们来把线藏一下。好，再看一次，这24个模样边做完，同学都应该很清楚知道。来。现在这里要在它的上面要做一针，所以从它的下一针穿过去，从自己的身体出来，从哪出去，从哪出来。好，你看我们的侧边是不是做得很漂亮？好，来打一个小结。好，这个24个模样边做完的时候呢，同学的钩针基础技法应该都很强喽。然后呢，你们的这个长线呢，应该也我也不用再担心啦，同学应该都可以藏得很漂亮啦。好，OK，还有希望你们经过这24个模样边的练习呢，同学的手感是越来越好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将来做大的 project、大的作品的时候呢。肯定呢，同学呢，就没有什么问题啦，跟着老师一步一步的做。好，人家不是有人说了吗？跟对老师上天堂，跟错老师住套房。
所以，来，老师这边教你们，教你们这个从 lesson one 开始，慢慢做，然后把小 paper 通通都利用这个免费公开教学，好，教给你。这个真的没有那么难哈，这种小东西呢，老师能够免费教的，我都希望同学能够免费就学到了。好，我也不会因为免费的就少教。好，因为你有付钱，我就其实也没有多交的问题，因为我都正常交，不管你有没有付钱，我都是正常交。我们线上课程呢，只是可能就是说，会有一些小细节的处理，还有同学的作业的处理。好，那老师呢会再多花一些心思去看。那这个免费公开的课程呢，同学的作品呢，坦白说，好，老师必须说实话，你们有做，有把它 PO 在那个脸书上，让老师看一眼，我觉得我都很开心。可是呢，做得好跟做不好呢，说实在话，因为我摸不到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正确的评价，说，诶，你是织得太松还是织得太紧，这个我就不晓得了。好，来给同学看一下，这一个就是今天的课程，叫做重塑。好，叫做重塑，很漂亮。然后同学呢，可以稍微把它定型一下，效果就会更好。好，今天的课程到这边，我们下堂课见。